噔噔，小裤裤做好了，我们给思喜穿一下试试看吧。今天是不用打码的小思喜，你看小裤衩，你看这个小裤衩挺好看。给思喜按摩一下，盖着眼睛敷一下。别动，这样扶着他，小熊吗？好像个小熊了。眼贴时间结束了，我们开始按摩脸了。哎呀，哇，你好可爱呀！哎，这个顾客，难道您不想睡一会儿吗？好像是个小猴子，别动，别动，顾客，您需要挠痒痒吗？您需要挠痒痒吗？我们这个是免费的哟。好了，再挠需要续费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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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玩了不玩了，按摩了按摩了。人家按摩要睡觉，他按摩眼睛瞪得贼大。好了，我们眼睛差不多啦，然后我们就搞一下小手手，我们思喜搞一下小手手。首先，我们用湿纸巾把他的小九九九鸭子戳戳，戳戳戳戳戳，小九鸭戳一戳，小九鸭戳一戳，每个小九鸭都戳一戳。然后再用干的纸巾再把它小脚丫擦一擦。好，擦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用这个脚油把每个脚都涂上一层小油油，护理一下。不动了宝贝。哎呦，指甲里每个脚脚都擦上油油，每天都这样擦一擦，脚脚就不干了。换个脚脚，选一个小脚脚。好了，嘿那小九九就弄完啦！哇，真好看呀！咦，我们最后跟大家玩一会儿吧。呀，困了困了，睡觉觉啦，睡吧睡吧，舒服的睡吧。5 minutes later. You 笑什么呀？你笑我就觉得怎么那么难睡？那
么不睡啊？对，你为什么不睡呢？我丸子躺床上就睡着了。你丸子在底下刚已经睡着了。然后这样拖着他，拖着睡，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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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看来四喜今天不是很想睡觉呀，那我们先和大家说再见吧，拜拜。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谢谢呀。